在上集节目中，记得小葵与 Sagan 三位知名实况主来挑战桌游，但在经过两款游戏之后，小葵目前是大大的落后。来看看最后一款驴桥有没有机会让他翻身吧。好，终于来到最后一站了。不过我刚看一下积分板，似乎有人这一回合就算赢了也没有办法，就是对，满回劣势。我没有说谁嘛，我们都没有说谁嘛，就是那个什么高丽菜的这样子。我们要进取时间，为了不要让你觉得我们都爱欺负你，我们这一回合我们这你就认了就是了，是我说什么就说是就是了，没有了。好，改变我们这一回合给你个机会，就是我们有五个人，好，所以赢的人。有五分，然后呢，依次递减。为什么你感觉不太开心？依次递减，大家可能觉得不会赢吧。所以第二名的人，你讲好棒哦！啊，三，我一定要第一名。那不是一就是零啊，四三五四三二零这样子照牌。OK， 好，怎样？所以他拿一二基本分，他以为他刚组成队那么好的时候，第一名五分，然后你就说哦，我在想说这后面有他还在想那个蛋。我在想食物，我在想说要配比较好，就是五分好，还在饿就对了，很饿。你待会有香蕉吃，不用担心。特制香蕉，这游戏只要照着我说的方式往下进行就可以了，我们也不用事先准备一个干嘛哈。那就从我先开始示范。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袋子里面抽出三个关键字，好像这样打开，然后你念一下给所有人听，一个是摩天大楼、万里长城。纽扣，好，那这时候呢，你要把这三个关键字串起来，变成一个故事。Okay. 这个故事讲出来，就包含这三个关键字，而且你要让其他人去记住这三个关键字是什么。OK， 所以你的故事讲得越有趣、越生动，它就越有可能就是被人家记住。就是请问笑点在哪里？故事长达十分钟，你觉得这样？里面就三个字，让你这样讲。好，里面就三个字，我们要先从讲很久很久以前。对啊，那是另外一个游戏啦，其实。那基本上就是你讲十分钟，其实很难记嘛，对不对？分成七集讲，所以说天桥下面说书的嘛，你已经讲纽扣了，那下一集我们同一时间再讲，再讲万里长城。从先等到小学，到底纽扣跟万里长城之间有什么关系？开始放缝纽扣开始讲起，对纽扣，这些人，二疯了。那我们举个例来说哈，就是我在北京的摩天大楼上面，一边看着万里长城，一边扣纽扣。但你怎么可以从纽约看到万里长城？我说北京的摩天大楼，摩天大楼上面一边看着万里长城，一边扣纽扣。这三个字。那你刚刚做了什么？为什么把纽扣打开？下一集。好，再来，我做完之后，换我左边的人，维之换你。好，做一样的事情。对。所以我们要直接开始了吗？这故事开始了，不要很短哦。看你越短其实越容易被记嘛。我抽到的是足球海跟戒指。我带着我的结婚戒指在海上踢足球，什么？在海边的沙滩上，海边踢足球就好，海边踢足球。我带着我的要记住哦，你要记得是海而不是海边，海边就错了。好，他那里如果是戒指，不是结婚，是戒指。我带我的戒指，所以结婚戒指就错了。好，戒指改戒指，然后再讲一次。我带我的戒指在海边，在海的旁边踢足球。可以不用这样吗？然后再来爬树。你换好难记，好难记，没关系，你要真心祝福你的故事很浪漫。对啊，讲什么？就是那个贾博士的一座爱薯条，好不好？最近意大利的有点冷哎，真的。薯条公司股票大跌。好，准备好了哈。好，那盖到你的那个红色那个上面去。纸箱，太阳，刀，
好，这样我把太阳跟刀装在纸箱里，不行。你没什么不行的、啊，也没有不行、啊，还蛮好记的。对啊，这是我的。你要编剧了吗？被虚了，被虚了。刚刚我一边一边，我晒太阳。是，我拿刀，我拿，你是要下集了，要下集。我拿着刀，我拿着刀在晒太阳，真的嘞。因为不是我拿着刀在晒太阳，然后我用纸箱遮住我的脚。好烂哦、喔！那我在晒太阳，我用纸箱遮住我的脚，然后我的刀插在纸箱上面。这更难记，有画面感啊，有画面。我想起史内克。好，你不如把你自己装在纸箱里，然后拿刀的。不要。好，然后盖起来。盖起来。哦，这很难耶。什么鬼啊？那个。对啊，都是故事。鸣枪。缺牙。西瓜。看你表演喽。我吃西瓜的时候不小心啊。吃西瓜的时候，牙齿掉了，哎、欸，不是，这好难讲，缺牙，好，没关系。然后，好，没关系。行不行啊？我一面鸣枪，一面吃着西瓜，然后不小心缺牙。这好烂哦、喔！自己讲的自己都受不了。我想要吃西瓜，但我缺牙不能吃，我拿枪，拿鸣枪在帮我自己杀。OK 吗？可以吗？好，这个好，来收起来，这是一个有点难过的故事。这样子，第一轮结束，对不对？我们把这个东西就往下移一格。好，所以第二轮一样，我们拿三个出来，然后讲故事之后放在蓝色格子里面。好的。所以呢，当经过两轮之后，你就要开始猜第一个人讲什么鬼。好。后面要抽六。农历年，服装租借社垃圾桶。哦，好难哦。会啦。我在农历年的时候，从服装租借社借了那个马褂，结果被丢进垃圾桶。再一次，我在农历年的时候，从服装租借社借了一套马褂，可是被丢进垃圾桶。蛋蛋哪一箱？好，我会记他。就借了一个马褂，我会记得马褂。好，对啊，不要记马褂，我会希望，对，我要当作他借的是垃圾桶。好，鸡拳头跟老狐狸，好像不难吗？不难啦，就是有一只鸡跟老狐狸在玩剪刀石头布，在猜拳，然后鸡出了石头就被吃掉了。拳头，除了拳头，我是。打卡觉得难过，我觉得我一下子没有办法救场，知道吗？就是、你我那个眼睛有点对，好，我一下子我觉得场救不回来了，对不起。鸡跟老狐狸在猜拳，然后鸡出了拳头，就被老狐狸吃掉了，好。那个他那张图放在起来好有画面，超有画面，好像他就是要打他，就要超配的，就是有点鸡跟老狐狸的霸凌故事。好，换我。抽象的都一样、啊，都一样，没有一个重复的。那全部抽完了，不会抽完吗？不会抽完。蔬菜沙拉、脚踏车，还有喜爱。我喜爱吃脚踏车的蔬菜沙拉。蔬菜沙拉。脚踏车喜欢吃。哦，脚踏车喜爱吃蔬菜沙拉。好。脚踏车是一个，脚踏车我们一个朋友哦，了解。那所以脚踏车喜爱吃蔬菜沙拉，好，蛮顺的，蛮好记的。屁股沙漏，女孩子家的什么话就这样出来了，没有丝毫一点点那个，你就如何这么变态啊？这节目这样子对吗？这样可以吗？等一下，收起来才对，可以吗？小明把沙漏塞在他的屁股跟身上上中间。什么？我歪嘴，不行啊！办法。我总觉得有一种性骚扰。这个没有问题吗？小明把沙漏塞在屁股跟小香肠中间。小香肠是什么？老师没有问题，在性骚扰吗？小香肠是他的宠物。哦。所以。哦，把沙漏塞在屁股跟小香肠。他坐在沙发上，然后小香肠坐在他旁边，然后把沙漏放在中间。OK， 这是这样一个温馨的故事。就是小香肠贪吃鬼
贵宾狗跟独木舟。嗯嗯。有一个贪吃鬼在独木舟上把贵宾狗吃掉了，超猎奇，贵宾狗超猎奇，你的海龟汤哦，贵宾狗怎么死的？有点像贵宾狗怎么死的？贪吃鬼把它吃掉，什么鬼啊？记住啊，贪吃鬼在独木舟上把贵宾狗吃了。好，现在呢啊，进到第三轮，四片，对，要抽四片啊，第三轮抽四片，抽完之后我会把第一轮的。这东西往就是顺序往下发、嗯、那你们就要依据你们看到的东西，因为你们看到的话你们会联想到我讲的故事、嗯、然后就可能联想到其他人就是说了什么样子的那个关键字、嗯、就把它猜出来、嗯、那猜每猜对一次就可以得到一分。好，那如果你讲的故事每一个人、啊、都答对了，没有人错，一个人都没有错，就是全部都答对的话，那讲故事的也可以额外得一分，这样子。最崩溃的点来了、啊、最崩溃点来了，真的。为什么？刚刚兔子讲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啊、真的假的？这么厉害，我记得。你现在还要再讲一个故事？我要讲一个故事，然后是用四个词去组成的故事，之后再把它发出去。好，好，我的抽到的是纸牌游戏、满月、三明治、学校。嗯，那在中秋满月的时候，我和同学在学校一边玩纸牌游戏，一边吃三明治，好顺哦。嗯， okay. 感觉还蛮顺的哈、嗯。所以我在中秋满月的时候，在学校跟同学一边玩纸牌游戏，一边吃三明治，可以。好，好，好饿哦。怎么一个龙尾？然后小孩很生气，就拿鞭子去砸他的队友。真的。是我们的大营长是个水母，超废话。你春天过了变冬天，冬天过了冬天变过了变春天，你的地球怎么转？感觉还蛮顺的哈、嗯，所以我在中秋满月的时候，在学校跟同学一边玩纸牌游戏，一边吃三明治，可以。好，好，好饿哦。好，收起来。这时候呢，我把第一个红色的，好，像这样子洗一下之后，依序发给下面的人。好，那你们可以看，自己看就好了，不要给别人看，自己看、哦。所以我不能猜，我不能猜到你的。对，但是你可以猜到他的。啊，他会，他也会想过来，对不对？嗯、好，那现在从我开始猜，从你开始猜一个，不是这上面的，但是其中这两个人一个关键字，你去猜一个，猜什么？万里长城。有没有人有？有的话就拿出来，就是他，我就得一分，他就得到一、嗯，他就得到这一分万里长城、嗯，这样懂意思吗？嗯、好，放在把它放在这里，那我就只能猜他的嘛，对不对？对，你只能够猜这个了。对，好，纽扣，纽扣，好、嗯，对，那你可以猜他的，摩天大楼，摩天大楼，好，答对了。那因为你们都猜对了，所以我可以额外得到一个讲得很好故事的驴桥当做那个。那因为你每猜错一次要扣一分，可是你扣的分数只会扣到这个驴桥为止，嗯，就是再往下都没事。就是停止标准，那可以不猜吗？不能 pass， 你不猜你就是扣一分。哦，对，那如果全部人都猜错的话，那也就是都没有人猜对的话，那就是东西都会被丢掉。嗯 ，OK。那只要你猜对的话，你就是还没有被猜完，你就可以继续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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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猜到全部人都错，或是全部都被猜完为止。你看我这样讲一大堆，你们还记得住吗？然后大家脸色开始凝重了，这样。OK， 好，来，所以再来就是抽四个，换我。嗯，一毒药，毒药，玫瑰，青青。白鹦鹉好可以了，然后美人鱼，青青美人鱼，好童话故事哦。对啊，喝完毒药的白鹦鹉，我以为是美人鱼喝毒药，我白鹦鹉说，哎，这样子鹦鹉主喝毒药，不是童话故事吗？美人鱼要活着，喝毒药，还要活着，可是它就长出脚来了，变成美人。没关系，不管了，不管。我要白鹦鹉喝完毒药之后就变成美人鱼，然后它就。想亲亲，你跟王子亲亲了，他就游上岸跟王子亲亲了。哦哦，啊，这是一个白鹦鹉跟美人鱼还有毒药加亲亲的故事。好险你没有进迪士尼工作，干嘛这样？我们是在，其实你不要他的啦。好，那你把你的那个往下好洗洗之后往下发。嗯，好，一、二。你自己看一下第一个故事，我忘记完全忘记自己讲什么。嗯，戒指。好，那换你猜。我全部都记得。我想起来了。嗯，对。
它就是联想式记忆，有没有？就是你透过哎、欸，我看到了，对，戒指它会在，他们哦，对，好像是那样子的那种感觉，让你联想起来。足球，对。好，来，问题出现了，因为你自己不能猜你自己看过的，嗯，所以就跳下一个换我。真假的？对，因为你自己不能猜自己，所以你就会跳到下一个人去猜。好，那自己出题目的也不能猜，所以如果说我答错的话，会变成那个记者来猜。那我猜海，对，对不对？对，对的话拿给我嘛，真的是。我就拿一个，他就拿一个驴子，因为他全部都对。这个叠在上面，要叠上去哦，你的分数要这样叠上去哦。嗯，那我扣分就至少下面就只能够对，只能扣这边，就是最起码会有两分留着了这样子。OK， 好，那我这个是要分开来的。没有没有，这个把它叠起来，叠起来就好，叠起来，然后换记得抽，换我抽，换你抽四个。刚刚讲什么鬼？一无所有，这个绝对会爆的，那时候有点难记。小矮人一无所有。啊？但他有鞭子。什么鬼？哦，这个还蛮好。海盗除了鞭子。跟小矮人以外，他一无所有。每次都真的。不能说你错，只是没什么梗。好了，你接下去了。要有梗的是不是？你要是还要有梗的是不是？拿着鞭子，然后抽小矮人，抽他一个数十鞭，然后他一无所有。为什么抽他？我抽你数十鞭，你也不会一无所有。他今天唯一的女来宾还蛮蛮口味挺重，所以你就喜欢看海盗拿鞭子抽小矮人。抢劫他，然后他手机就没了。那我改一次，改一次，就是小矮人被海盗抓走了。嗯，对，然后所以白雪公主除了鞭子以外，她一无所有。你要他有什么屁事啊？最难记，关我屁事。好，那我们猜白雪公主啊。啊，就这样，没机会了。好，可以了，可以了。然后把那个记住哦，面罩。你没有看过那个白雪公主跟青跟小矮人？什么鬼东西啦？我不会了。发快，气死人了。不要那么开心好不好？超开心。他自己在歪歪什么东西这样？感觉就超歪。意大利，嗯，对，然后你猜，我要给他吗？对啊，要给他，就概括简单哦。哇，你爆了，你今天垃圾。输那股票吧。嗯嗯，薯条 ，nice， 有没有？李子哥走喽。其实我还记得那个爱薯条，对啊，爱薯条，其实爱薯条蛮好记的，说真的，是没错，还讲你知道这些梗很重要，就是这种梗就很重要，这样子。小博士，会生气吧？为什么？白雪公主来了，完蛋了，死定了，这个还会被抽。我算好久了，哪几个啊？白雪公主、白雪公主、芭蕉、华尔兹、小岛、白雪公主在小岛上。跟反正就是跳华尔啊，白雪公主喷完芭蕉，跳白雪公主喷芭蕉，喷完之后去跳，在小岛上跳华尔，在小岛上跳。两个故事一跳都一定会是什么？白雪公主跟海盗跳华尔。对对对，我觉得刚没有讲说白雪公主先用她的头然后小矮人生气就拿鞭子去砸他们。你已经够超展开在小岛上抽小矮人，抽他一手哟，只好去意大利买股票，然后买什么爱手表？往下发吧，去发什么？往下，对，一个往下发。你那个得分不要盖着的话会误认你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来我先刀，这边得分。那纸箱。太阳下，答对啊！等一下，太阳，太阳，算啦，耶！那个全部答对了，所以不要忘记你有一分，一只驴。为什么你有三分？我刚都有四个，抽四个，酋长，我都有答对，鬼屋，椰子，水母，我想一下哦，有些敏感的梗不要讲哦。先提醒你哦，那个你知道就是好，对，甚至我们的大酋长是个水母。酋长是水母。
就讲你敏感的梗不要讲了，所以不能讲人话吗？他说他去了鬼屋之后，变成一个水母脑的酋长。再一次，不行，是不是？没有，你重新讲一次，就是。我想一下，有一天，小明他吃了一个椰子，然后去了一趟鬼屋，就变一个水母脑的酋长。你觉得大家记得住啊？好，这样有点难。好，那我看一下。我觉得水母酋长可以，但椰子。是鬼屋的酋长被椰子打到之后变水母脑了。好，那比较合理。所以怎么样？好了，这样水母脑的酋长在鬼屋被椰子打到，这是鬼屋还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他会说水母脑哎、欸，没关系，这一定记得住水母脑酋长。好，很开心讲，很开心讲，开心讲，来发下来发。肚子。咦？我讲了什么？我都西瓜。这里。缺牙。哎、欸，对。那因为你不能猜，所以你猜。那是对手。我刚才也是，好不好？好，得到一只鼻。好，你看是不是又一轮了？所以现在进入第四轮，一样，我们要抽一二三四，要抽五个。五个，对，会越来越多。每个人都要。一二三四五。所以我抽到的是冬天。破洞音乐圣伯纳犬春天，哇，超难的。圣伯纳犬是什么啦？就是你知道，就是以前那种卡通会有演过，就是他会带着那个会带一个那个袋盒，里面带白兰地，然后他会去山难救援，就圣难犬这样子，是圣伯纳犬。所以好像还可以凑到一起，怎么办？冬天又春天哎、欸，这好难。冬天又春天怎么办？这个就是时态完全不一样。春天过了变冬天，超废话。你春天过了变冬天，冬天过了冬天变过了变春天。你的地球怎么转的？好，特别。好，在春天的时候呢，那个救难队训练他们的圣伯纳犬，用就是。让他们能够在冬天的时候用这两个怎么办？救难队在春天的时候用音乐训练圣伯纳犬，让他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到那个破洞里面去拯救遇难的人。在破洞里面，就是什么东西的破洞？我想说山洞嘛，就山的破洞，山的破洞里面，山的破洞里面。好，听起来不错。好，再次，春天的时候。救难队用音乐来训练圣伯纳犬，这样他就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呢，在山的破洞里面救到那个遇难的人，好，所以春天音乐圣伯纳犬，冬天破洞，好，就这样。反正等一下抽到春天就知道要讲冬天，对对对。就这边有三个一样，一、二、三，所以。其实我已经忘了第一张什么鬼了，我自己都会忘记。服装，等一下那个字好难讲。啊，不要，我要讲垃圾桶。好，垃圾桶。等一下，我刚刚已经有提示一下，就讲出一半了这样子。我刚刚一直记到别的东西。你讲的那个好像没有。有吗？有。垃圾桶，赶快记哦！我知道你的故事，可是有点难。故事怎么办？有五个字，给你十秒哈，要比手画脚了。十、九、八、七、六、五，想不起来。西门青龙啊！那你盖着，然后你就因为你不用扣分，因为你刚好扣到零了，所以本来的话也要扣一分这样子。OK， 好，来。农历年。不是农历，对，为什么是哦？我没有提到农历年，来换你，再来，我也要猜，你要猜啊，他猜的话就抽完就有机会啦，那我猜不到要扣，你就扣到这里而已啊，你没有得扣，因为你已经有驴子可以挡住嘛，哦，那我刚才已经讲出两个。谁他妈取的？我刚刚还记得你们说，就是有一个朋友叫脚踏车，垃圾脚踏车啊！你看，变三轮车了。我
我自己看到我都不知道我在讲，我都忘记我讲什么了。超超没有，然后我现在没有话。我觉得我借龟苓膏已经算是，已经算是那个天经地义，好不好？五个字，他刚好说青龙啊，我知道，可是那个很难念，我想一下，很难念，那很那叫什么？那叫什么？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春节服装不是乱猜，所以扣掉。那这边错了，猜对错了，换你。服装出，你不能猜吗？我不能猜，我自己出的题目。服装出租店。字错了啦！字错了，所以扣一个。猜没有？他就不能再猜了。对，到底了。因为我猜错，猜错就会扣分。那我们，你刚刚已经放弃对不对？所以跳过你，只剩你。为什么他要扣到驴子以下？没有啊，他没有扣到驴子以下，他没有驴子挡。我这边没有驴子挡，要叠下来是不是？要叠下来，就是驴子会帮你挡一次，没错。没有，不是挡一次，是一直挡，他就一个记录点的意思。那你再有一只驴子，它就会再服装什么？服装什么？快，不要打断他。租借社。对。是吗？出租。租借社。哎，你有希望哦，有希望翻盘哦，这个有希望翻盘。哇，应该要等一秒。等一下。好猛啊！八点档，八点档一节。那跟八点档关系吗，大大？看很多相处剧，八点档那么长，我来龙去脉要换我。对。他们就很厉害。讲故事，火车，对啊，真的，有啊，很长的，很长的一个，茅厕，讲一个电影，蛋，五张嘛，章鱼，什么鬼？我想想，钱，茅厕，章鱼，钱，茅厕，章鱼，钱，蛋，火车，章鱼为了赚货车，买货车的钱，嗯。于是，在茅厕里下蛋，应该没问题吗？是有点歪了，可是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对了 ，OK 了，好了，可以了，我觉得蛮合理，感觉还行了哈。那重来一次，就章鱼为了赚在买货车的钱，所以在茅厕下蛋。好好，那发下去。那关键词是茅厕，还有什么下蛋？蛋而已。好，然后钱跟货车章鱼，对，钱货车章鱼，对，我觉得长蛮好的嘛，这个，对，没啥不好，不会，好，我先喽，你先，拳头，是哦，对，冰狗，我也是，冰狗，对，猫，sorry，鸡，好，所以你可以得到一颗，总算，又拔毛。我觉得我都没有犯什么错，怎么会输这么多？奇怪。我觉得服装租借社真的是，那个很难，不容易啊。我原本想说出租店，我觉得农历年也很难呢。不会，服装租借社我一直记得，然后垃圾桶我也记得。其实铝桥盒子上有农历年三个字，所以我一直记，每次都跟客人讲那个。那个垃圾桶是被扣掉的，对，是被扣掉的，就丢掉。毛包是什么？然后秋天在我这哦。那夏天呢？是什么？先念一遍吧，你的关键字。好，大家想象一下，在秋天的季节里面，秋天，没有，好，就是大家想象一个画面，是有一个婴儿，他戴了一个墨镜，头上有一个王冠，手里拿一个手机，哇，真是太秋天了。这样不用了吧？可可，庆祝，你故事很浪漫，超可。反正就记那个画面，婴儿站在那边，然后戴墨镜，王冠，手上拿手机。然后秋天，哇，秋天，这婴儿叫秋天，好不好？婴儿就叫秋天。为什么还要哇秋天？大家想一下，《恋夏五百日》里面那个是 summer， 你没听过这跟他有关系吗？他最后变成秋天了，行不行呢 ？OK 吗？记得哦，这个装备栏上面头上戴光冠，这样好多了。手上拿一个装备，装备，然后眼那个眼镜是卖点数的，这是台币的，对。然后现在秋天，现在就是秋天。现在 ，OK， 好 ，OK， 我觉得变装备的好像好记多了，我觉得变装备还不错，点数发下去吧，好，你的发这个嘛，对，不然你要发分数也可以啦，三，我已经忘了你的故事，你说我刚刚那个吗？我那个装备来超好记的，哦，
想起来了，看到我的有错难吗？我看没有草莓苦恋。哎、欸，完了，你的是什么？我自己看一下。你先猜。啊，连我自己都忘了。哎、欸，有事。你是什么啊？要爆了！要爆了！哎、欸，可是其实这样也算是另类的游戏哦，是因为我把所有人的分数都取掉。但是你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拿那一分的，就主要是不能挡，我觉得是问题，因为你会被扣，你没有驴子。你先十。哎、欸，我刚到底讲什么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图。七六五。我也忘记了，我自己都忘了。一，我不知道。好，那就扣一个。其实我也不知道，之后换你，那就直接放弃了吧。我知道，我猜一下，菠菜，不是，那菠菜，会吧？啊，都没有菠菜，我操！三轮车，错，错，也错吗？错。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喜爱。哎、欸，为什么你会记得喜爱？对啊，怎么会记得是東西？我自己看到我都不知道我在讲，我都忘记我讲什么哎、欸。那你刚刚没有猜对，没有猜对，我也没猜对，你再猜。脚踏车跟生菜沙拉。哦，生菜沙哦，脚踏车喜爱生菜沙拉。脚踏是我们一个朋友，脚踏是我们一个朋友，脚踏是我们一个朋友。哇，你干什么？公司啊？谁他妈请的？我们还记得你们说，就是有一个朋友叫脚踏车，拉你脚踏车啦，你看变三轮车了啦。我说菠菜还是有一点道理，我就记得他喜欢吃，他喜欢吃菠菜，我就多一轮嘛。对，为什么？不是我脑袋就记得他明明喜欢吃卤味什么的。No， 蔬菜沙拉，他就不喜欢吃蔬菜沙拉。欢迎欢迎欢迎，先抽四个，五个五个，对，拿去骂一顿，烂故事，拿去骂一顿了，气死人了。恐龙、猩猩，五个吗？对，五个，再一个。幽浮哎、欸，挡风玻璃哎、欸，起码还是幽浮的挡风在一起好不好？啊，猩猩、恐龙、挡风玻璃、幽浮窗户、幽浮、幽浮是幽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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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浮是什么？幽浮窗户、幽有白书，这是幽助。恐龙打开窗户，看到算了，看到算了，看了算了。恐龙打开窗户，看到还是幽浮的挡风玻璃上有一个猩猩。幽浮的挡风玻璃上面有一颗星星。东福，现在是幽浮的挡风玻璃上有一个星星。这人已经，恐龙来哦，来哦，那个恐龙打开窗户。嗨，好。幽浮哎，他的挡风玻璃上有一个星星。哦，有没有，视力真好。也不是秋天，也不是冬天，恐龙这样。难怪你还多加东西，你也不怕你？不怕，就这样。好好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往下传。记得恐龙开窗哦。看幽浮的，这根本害人扣分，我觉得也是。真心祝福，真心祝福，我的故事很浪漫。他很像，所以他很喜欢讲浪漫。所以他是冰室的幽浮之类的。冰室是星星吗？嗯，想起来了，因为太歪了。对，沙漏。我知道，你那个歪到不同，最烂的小香肠。屁股，超歪。好，来那个出题的人得到一个。耶，太歪了，五个吗？越歪越五个。一二三四五，我看一下，三轮车又是三轮车，没有没有，刚刚是脚踏车。晒伤、披萨、小猪。你的故事第一句可不可以一定是德国垃圾脚踏车？德国，我想一下。所以我们要选三轮车，这样大家就会记得三轮车。德国的小猪骑着三轮车晒伤了，最后被做成披萨吃。你不要刚刚自己，也刚刚大家好不好？不要为难大家吧。有很难记啊。德国小猪骑着三轮车晒伤了后被做成披萨。为什么他不能吃德国披萨？德国披萨比较好吃。没关系，好，没他这样讲，没关系，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德国小猪披萨。好，发下去，发下去。这个。来咯，我知道这是什么，知道什么？我知道。来，兔子。感觉都是很奇怪的。是什么？是什么？给点灵感。来十。贵宾狗。有。哦，有贵宾狗。哎、哪里有贵宾狗啊？这不是贵宾狗。对啊。贵宾狗，完蛋了！这个我真的没办法、欸，有一点，有一点难。我觉得我跟你，我把你上一个故事跟这个故事搞混了。贵宾狗，三片的
四片。我是这样记啊，喂，我每个故事都好香哦。对啊，都超像的。贵宾狗跟什么有关啊？十九。贵宾狗四三二一哦，不行，零扣一分，你猜贵宾狗，贵宾狗九，我一直想到鬼屋、啊，没有了。Jimmy 就完全猜不出来，这样我也算成功了、欸。你失败的很嘞、欸，你这样还得不到分数。没关系，我宁愿自己没。那就又换我吧，我猜一下。船吗？不是，没有船。好，那大家就失败。是全部人贪吃鬼，他到底吃了什么？什么招？他什么招来的？我自己都忘记，完全没有影响。我独木舟完全，他那不行，他完全就完全，他不用。你刚才讲的到底是什么？就贪吃鬼在独木舟上吃掉贵宾狗没？对啊，完全就责任的。没有逻辑，超没有逻辑，而且我觉得我记得贵宾狗已经算是那个什么天经地义，好不好？对，好，你是要合理的东西，大家才会想得到。现在你看，再来下两轮，就是第五、第六回合都不讲，不用再抽了，不用再讲，就直接往下发啊，洗一洗。那个，我呢？那个不打，他打不是我啦，怎么超？快山林秀，羽泉，应该是吧？他都这么问了，三明治啊。然后还有什么？换我吗？对啊。初心，不是吗？不得，不对，当然不是啊。那就扣了。什么？不是初心？等一下，我又。不是除夕，是在农历年除夕的。为什么分数少成这样？我觉得好奇怪。是，我分数好少、啊。是有一个节庆，那个节庆叫是元旦吗？不是，赚到的分数会扣我掉。你看我猜，欸、你说除夕哦、喔？对啊，农历年出来过，对不对？出来过啊？想起来了吗？好像是中秋节，很接近，但是不是扣一分。那这样怎么办？没有人可以猜哦，是不是都猜过了？你猜对了吗？因为是我拿到的、啊，我所以只剩他了，对不对？他拿的、啊，只剩他了嘛，就是除了他之外，人全部都、啊啊、都没办法猜。那这一分直接给他，就给你满月，中秋满月的时候。我想说什么东西圆圆的，满月太难了吧？元旦，错了啦，然后记得元旦，是好，对，圆圆的，三四。我知道。很快猜了，我好想你。你为什么要看着我笑？很难吗？很难吗？快起来！等一下，拿到什么？我可以看一下。嗯，我想起来，我想起来，我知道，就是那个啊，我知道，匕首，美人鱼，美人鱼，耶，好，亲亲，毒药。是谁变美人鱼很难记吧？那个，比手画脚。可是三个字，我觉得还有一个冠词在前面，白鹦鹉。那我就得到一分。你知道我就是一直在讲它什么颜色，你知道就是。你也认识。颜色是招略小。那快点。好，快点，赶快猜。这什么啦？我把那个时间来，我知道。鞭子，鞭子，
这很棒的故事哦，小矮人。一无所有。这我一定有橘子啊，这我一定有驴子，我先拿了。等一下。不一定哦，不一定啊。海盗。那也有，那有驴子。这故事多棒啊！超弯，超弯。来来来，那下一个我大概也记得是什么。对，超可怕。超可怕。这什么啊？嗯，超超可怕，可以看吗？你可以看，你可以猜嘛，就那个啊，就那个，就那个啊，就老实说，我十九，就记得的续集也完全，四三，不要雷哦，我不知道哎，随便想一个，那就扣一分啦，白雪公主，真给你，那个白雪公主跟什么？在，这真的想得多烂，不行啊！我一直想要小矮人跟辫子啊！哦，算了，我拿了白雪公主，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对，哎呦，我记得都拿走。你不能猜，你跳过我。换兔子。小岛。对，然后我要猜你的那个，对不对？如果你猜不中，他就是我直接得分。他做了某件事情才去跳华尔兹，是什么呢？伤残了。法拉。错了。你别雷了。那你在拿法拉？法胶，也没有法胶把他打。法胶跟法拉，法胶比较老，差很老，难记哦。赶快，我要被扣分。你要扣一个。哦，我想看是什么。OK， 我觉得好吧，这个我应该可以吧？是水母。酋长，抖音，酋长。因为我只记得这两个。椰子，这里。有没有好记？挺行的啊！好，那最后一轮了。那这边的话，你看，就是因为有五个的关系，我会多留一个在自己这边，一样我可以被猜中，但是我不能猜别人。好，那如果你们全错的话，这个会给我分数，这样子。OK， 好，来。冬天。冬天前面是春天。冬天。哇，冬天是什么啦？冬天，冬天，春天。冬天会有的东西。冬天会有了，就威士忌啊，圣伯纳，我全部进去。对，天哪，我觉得讲的陌生的。波动对，波动对，然后又换你。那个音乐。哇哦！哇，我的分数保住了。哦，他就是为了保分。对啊，第五轮很重要，可以保分。嗯，那讲起来第四比较重要。好，来，快点，快点。我都已经忘记我讲了，我先嘛，对不对？啊！快点，快点，快点，让你超困惑的。哎，我想一下。蛋。然后换你。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快点，快点！我想起来了。我想到两个了，稳了。那刚不打。他打不是我啦。什么东西？跟蛋有关。丢掉。钱。对。哦。那我哎，没有，你不用换他，章鱼，哦，换你，我想起来了，看那个字好难记哦，茅厕厕所到底是哪一个？让我想一下，十九八七，你老了，茅厕，对，换你，货车。但是因为有人都猜完了嘛，因为有那个小朋友错，所以他不能够拿驴子，不能保底。好，换的最我的最后一轮，我可以自己先看一下。不行啊，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哎，哪一个是我？这个我。好，有了。我的哦哦哦，好简单，那个嘛，先找主体婴儿，先找主体。然后主人公在那里，主人公，一个是本体，主人公先放这手机。Nice， 这是他加冠加九手机。秋天。Nice。哦。对，还有一个是谁来猜？还有一个就是轮啊，赵轮。你会猜第二次。你换你。对。他讲了。好。鱼子。对。那就换你。悠悠白。恐龙。星星。挡风玻璃，窗户，三个，剩最后一个，
那你们讲了什么？我刚没不专心的，我刚听恐龙嘛，你讲星星嘛，对，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优酷，对，有，对，有，来一个，有望啊，他五分，希望五分有望，逆转胜啊！你真的耶，靠，真的逆转胜了，哦，哎，我很想吐槽啊，这个，我想看。我有点忘了，每次都经历了超大披萨。反正我不会扣啦，我有没有那德国赛商蔡尔城？谁赛商了？谁赛商了？嗯，就那个啊，白雪公主，小矮人，小矮人，海盗，耶，素食边。都结束了吗？都结束了。結束了好，来，不要动哈，我们来算一下分数。好，我们从记得开始好了。记得算分吗？一个一个来。哦，一个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记得哈，十二。狂被 Q。来，那个，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十七，怪怪的。这个我醒了，我终于醒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你们一样吗？举手。二、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也平手。好，那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十五，差两分。好，十五。那这样子，我们就这样算评分的话，就把那个名次的分数平均除以二，所以我们是四加五，好，然后除以二就是一人四点五分嘛。那再来往下两个人是谁？我们还是他们是他一个人三，所以每一个人三，我们两个一点五啊，一点五，对，没有，你们两个只有一，因为最后名是零分呐，不是啊，五四三二一呢？不是五四三二零，是吗？最后名是零分呐，最后名是零分呐，最后一名一定是，所以你们两个加起来是一，没有，你们两个得一分 ，OK， 有希望翻盘呢，让我看。哦，这样好像被翻盘了，这样好像被翻了吗？翻了，四点五我们就翻了，翻了，我就有四分了，我们翻了。对，好，那没关系，翻不翻盘我们等一下，好看总分再决定。好，来，谢谢，下一段。啊，终于，我们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那恭喜小葵成功的就翻盘翻回来哦，已经拿在手上了，看看。好，那不过呢，在颁奖之前，我们要先进行今天的惩罚游戏，刚好就一个吃香蕉，一个吃辣椒嘛，对不对？你们要怎么决定？我知道你们猜猜输了吃辣椒，感觉好。来，我帮你们播。要不然我们现在讲那个第一个游戏，然后有哪些水果？全部讲出来的话，就你一个人吃，抓一半，抓上面那一半。有考验，抓一半。耶，抓一半。好，那你抓下面这一半。好。然后呢？要沾它是不是？沾它，好，沾多少你们自己决定，但是你们喂对方吃，喂对方吃，喂对方吃。哎，我们深情款款，为了彼此好，好不好？为了彼此好。这个画面不会被 NCC 看到吗？啊，你会不会沾太多啊？不会吧？互喂对方哦，互喂哦。好，沾一点就好。哦，太好了，我帮你淋一点。你们这样子，哎。快，超过去，超级，瞬间就没有声音了，好吃吗？好吃吗？好，当我没问好了。辣中带甜，有一种辣酱的感觉。谢谢。OK， 来，我们帮那个两位勇士掌声鼓励一下。好，海滨冠军，恭喜，谢谢你们来。好，那。就今天的比赛也到此为止，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各位。